齐顺廷就是我前面讲过的县县大岛齐大的家族。此人剽悍凶狠，能用绳子拴住刀柄，杀伤两三丈以外的人。他的党羽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飞刀齐。齐顺廷有个邻居叫张七，顺廷像对待奴隶一般欺侮他。他强迫张七把相邻的房子卖给他，以扩充他的马棚，并且指使他的党羽威胁恐吓张七说，你若不赶快搬家，大祸立刻就会落在你头上。张七不得已只好带领妻女仓皇出走。他茫茫然不知要到哪里去栖身，就来到神庙里对神祷告说，小的不幸被强盗逼得无路可走，现在我把手杖尽力在你面前，请你给我指引一条生路吧。他一松手，手杖就倒向东北方。于是他带领妻女几经辗转曲折来到了天津。张七把女儿嫁给了一个主盐的青年，小夫妻勤俭操业，生活倒也能自给自足。三四年之后，齐顺廷抢劫官饷的案子事发，官府里发兵围捕他。在一个风雨之夜，他趁机逃脱了追捕，慌急中想起他的党羽有在天津航船经商的，就准备投奔他们去，倘若情形万不得已，就乘船逃亡出海。于是他白日潜藏，夜里赶路，一路上偷摘瓜果充饥，幸亏没有人能认出他来。这天晚上，齐顺廷又饥又渴，他在海滩附近徘徊，远远看见一户人家亮着盈盈的灯火。他走去试着敲了几下门，有个少妇出来对他凝视片刻，忽然大喊道，快来人啊，齐顺廷在这儿。当时缉拿齐顺廷的公文已经到了天津，早就立下赏格，四处搜捕他。官兵们闻声四面围来，飞刀齐此时手无寸铁，只能俯首就擒了。这喊叫的少妇就是张七的女儿。如果齐顺廷当初不破除张七，张七一家就不会来到天津，那么齐顺廷经过乔装打扮之后，恐怕就不会有人认出他来。这里距海口仅仅几里之遥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他就可以登船扬帆出海了。